一个就先受报，啊，这桩事情我们必须要晓得，我们自己阿赖耶识里面业系种子是从无始劫来熏习而成的，这个种子之多，种子之复杂。是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那么就实际状况来说，决定是恶的种子多，恶的力量强。白法明门论里面告诉我们，相应的心所，善心所只有11个，恶心所有26个。这两者的比例，我们就清楚了。而我们生活环境，人在生活环境里面，不能不受干扰。